欢迎回来，我们来关心烟霾情况。相比昨天的17个地区笼罩在严重的霾害之中，今天的空气质量稍微好转。截至傍晚7点，全国有9个地区的空气素质处于不健康水平。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官网显示，截至傍晚7点，9个空气质量不佳的地区集中在南马一带。其中，柔佛巴珠巴峡152点，马六甲五基南梅156点，森美兰汝莱124点，首都蕉赖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到164点。